咱使无偌济啊啦，搁使就食卷嘞，我就一两百个，你食卷两百块，能食无？食卷只要就一两百块，食卷啥物？食两百块，人要爱无两百，你要食无？食卷啊，人要爱无啦？两百，无哦，食卷两百块，旁边爱啊吼，好做旁边吃啊吼，旁边吃袂难好无？这时间也袂济，我多等下者吼，啊这两百块旁边爱啊吼，好来，来。迄个姐啊，要两百块，莫去讲啊，安尼好无？来，好，就要百啦，百五，哎，一百就对啦。对啊，便宜。一百块，来姐啊，来我讲，你是咸味姐无？咸味姐，你干咩来？来哦，两百两百。好姐啊，莫讲伤久，三百两百，四百两百。好姐啊，我讲来，我一咸味姐，如果剩一箱，莫讲伤久，就讲要一两百。好，我咸味姐无来啦。我那加两两百。好来，过来，一两，来，三四，来。来五百两百，好，反正见面的吼，我就只条路安尼好不好？来五百两百块钱，今天都还在跟大家讲，都什么来？啊，鲜鱼类很便宜。看过一见面哦，我准备收两个啊。我觉得我下次来大甲应该要再准备一个那个，骑摩托车不是都会围在脚上的那一种防晒吗？快动哈！因为我发现我穿牛仔裤，那三六五啊，谁要出去修脸？那个，看到好不好？脚腿被晒得很烫，看你要身保，你要多一层防护。看什么吃两百就好了。感谢明信。来，好，一、四、FB 的朋友，谢谢赏星星。大哥，来，五位，我招一两百就好，咸鱼，想要坐呢？姜鱼啊，要食姜鱼哦，太乖了，两百块。汤鱼啥？来，二、四、五，搁少一两百。姜鱼啊，啥物坐呢？我少一两百块姜鱼，哪么吃无？姜鱼，乖哦，好了，来，我讲吼，大师讲这嘛，对吧？对，这感谢 Tony。水滚烫一下就好啊，安尼尔啦。哦，较细尾啊，无紧啦，我。啊，你讲，哎，今仔早算算大尾啊呢？对啊，今仔早算大尾，这种物件本来在台中，我记得你说在台中哪里？那是细尾啊，你脏话话。那个真诶啦吼，啊，你等伊啊吼，晒晒就好啦，盐水烫，盐水烧。很热，而且昨天加一次暴雨，有没有看到新闻吗？那个大啦，那个加卖五百，卖四百，咱卖两百块，无两百块啊无，对吧？两百块，啊，你要吃无？啊？我弟的店面迁移那个新的位置，还好他那个房东有把那个地板加高，要不然差一点就淹进去了，才营业两三天。很多店面都已经淹水，连车子都泡水。你要吃无？刚好就一两百块，你要三个无？啊，刚好两百。食鱼量一百多，那很恐怖。小卷两百块，帮我们查哇！小卷，小卷，收根啊！好了，算了，来。你要有钱啊？好来，两百。他说要吃的无？要吃我就一两百块来，要卷啊。有哪要晒的无？要吃我就一两百块，卷啊要吃两百块。你要爱无？卷啊我就一两百，多啊卷啊两百块。有哪要吃的无？小卷，收卷啊。我要十五行哦，收卷啊两百，我要十五行哦，好来。现在经济不好，能省就省。花三条来，他既然你讲啥无？感谢 Tony， 快跟我回去啊！加米呀 ，Tony 撒了金币，又跑来这边准备。感谢 Tony， 来快跟，那个大奖要收呀！那冬天因为大奖没有办法开灯，你反光的问题太严重。我接着下下好了，我进来。快跟我一杯话题，百三百五百二，现在快你讲无话题啦，我今天来就该向你好啦无，两百卖四百开三百回去嘛。快点来吧，开沙发，开椅子，我就坐到八个去啦。哦，对，好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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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所以你不管在什么角度，就是都会反光。我们挑一个比较，我纠结两百块回去，比较不刺眼的方位。两百块，彩云搭。回去我纠结两百块，能买不？回去。谢谢 Tony 啊。好，慢慢查看哈。回去我纠结两百块，慢慢查看哈。回去啊，回去我纠结两百，什么车？回去，没有。笑你老二很会说笑，学问又高啊。
听无？又会搞笑，讲完以后，台长会开车。你去找阿伯，你等我一下。真的是很会开车。这位手忙要来啊！应该可以这么说吧？好，要上班我先提给你来，我来洗头嘛吼。好来，阿姐讲你啰，来，刘一辉啦吼，来，洗头来，阿讲完嘛吼，来，那个刘一辉姐一百块卖个讲啊，安尼好不好？来。来一百好来，再要吃一百块，有人要来无？刘一威，来过来。龙泉岛，安全帽。有啊有啊，应该有来过。哎呦，这个要吃无？你可以吃这无？一百块？无啊。你个一百块旁边吃我啊！哈，方明达。哦，阿哥要吃这鱿鱼花无？你个吃鱿鱼花无？我一个一百，我一百块。有咩来无？鱿鱼花我一个一百块，鱿鱼花啥物啥，我就一个一百多啦。卖讲全部人哦，一百块你要吃无？无哈，我只想当边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进来好啦，我进来，我进来，我讲哦，慢慢变好啊啦，我慢慢变好啊啦。我讲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吼。迄个，这啊，一块要吃无这啊？哦，这嘛袂歹，过鱼头啦，准备烧汤用汤的好食。好不好？卖讲一粒卖偌济，卖讲一粒头起半重，一斤落你百二百四，好啦，这粒够袂超过两百。咱讲手实在啦吼，咱两粒三斤重啦，卖五百，吼，卖五百，卖四百还三百，只要卖讲讲啊，你要上班来一百多啊，一百块，好啦。来，我想要吃这个，我就一两百，好，两百块想要吃啊？你卖快，你吃这个鱼头，我就一两百块鱼头想要吃啊？你卖我龟头，谢谢，感恩你。好哈，龟头两百块旁边来吼。我一道两百，不要插话哈，不要插话，这边也平，镜头麦托平好不好？哦，两百块啊，好啦，我进来。哎，我讲一下，来，迄个只灰灰啦吼，虽然打针好食来，虽然麦甲你加讲，你就爱是啦吼，灰灰啊，虽然打针就好啊来，要食灰灰我做几元好啊，麦搁加讲啦好不好？灰灰仔啦，好无饲啊，完全拢无幼饲的，好啦，麦我一尾了吼，提九十块、八十块啦，凊彩好不好？我讲真个啦，来，麦我一尾九十、八十好不好？我就讲向下就好啦，大细尾领导代志哦。好，大细尾差不多领导代志来话，两尾稍微稍微有平了嘛，八五百。好不好？八五百，四百块三百，我就一百块来，好来。你八块稍微吃回回耶，我就一两百块，好来。好，我吃回回，我就一两百回回来。千二两百块，稍微吃回回，我就一两百块吃回回啊。两百，你稍微吃来，回回两百块。没有，来，我你讲来，吃较济咧。哦，几尾啊？哈，一两三十五，五尾两百，我你吃较济咧啦，我你讲来，卖啰嗦啦，你吃个大块多就对了，安尼啦，好不？煮两百多啦，看这吃回回的，两百块，有哪要吃这无？回回也好，就借两百，千二两百块，啥物借啊？回回我就借两百块，无，但边啊袂放进倒来，倒来两百。咱讲真个啦，好个想吃回回的无？不吃回回我就借两百块，回回啥物借呢？有哪要借无？千二两百块，千二，无啊？回回两百块旁边来吼，回回两百，有哪要借的无？无吼，好来。来，我要吃这人吼，灰灰啊，无吼，好来，我讲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来，来咧，来，我咧讲吼，我吃这人虾啊，无虾啊，虾啊，长用三好，就只系等我一下来，哦，等我一下来，来啦，来。虾只剩那边而已哦。来，我虾啊嘛剩只尔嘛无啊，哦，你等去杀，等去炒，剩咧卖搁加讲好无？哦，遐只剩只尔啦吼，只下我咧讲一百用，我卖讲一斤卖偌济，五百、四百、三百卖啦，只互你卖讲五百，卖讲四百，卖了卖三百块，好啊，三百块，系无？只下三百块，反正我问恁吼，恁食遐无？我剩只尔，卖搁讲啊，好无？我就一个三百块就对啦，我讲只下来，来，哦，这对三百就对啦，只下来卖搁几块啦，我食较济哩吼，三百块来就三百，好来只下来，我搁想食遐，要食遐大个三百，就三百块起啊，过来过来来。哦，三百块来就三百来块，你搁吃虾啊无？要吃虾就三百块来就三百。我讲，我招一三百块只来，拢唔吃，拢唔吃，三百就三百。好，你过来，时间不唔卖钱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咧。我讲，我等，什么呀？帮我拿麻将吧。好，没有手了了。好，是是讲讲完咧，来讲完，来讲完，来哦。你有答案？答案你呀。头先是毋是咧讲讲完咧？哦，讲完啦，讲完煮汤尔，出来卖搁加讲好无？哦，讲完啦，我咧讲来啦吼，等于煮汤好食，安尼啦吼，出来卖搁加起啊吼来，哦，反正剩一箱尔，要食啦，我搁几啊来都有来，卖讲一包卖五百，哦，讲完啦，哦，一包卖五百，四百三百来，两包卖六百，卖五百，卖四百，开三百，开二啊五来，只啊要食两百，都两百块来我来，来，好、哦。
到下面吃这個，要吃我就借两百的，讲完200块，咱吃讲完我就借200块，讲完，有人要来无？讲完我就借200块，下面吃的啦，讲完。哦，真的、哦，两百块，咱吃讲完的无？我就借200块，讲完，无啊，讲完200块要拆我啊吼，讲完我就借200块，有人要来无？来，接下来，来。我要吃讲完的无？煮汤尔，无啥物好讲的。对，咱讲真诶，讲完来，我就吃200块好。讲完就吃200块，讲完啥物吃200块，要来无200块？咱要吃无？要吃我就吃200块，讲完要啥物吃？讲完，我就吃200块，讲完啥物吃？讲完，有人要来无？讲完，无啊吼，迄个讲完200块，无要拆我啊吼，咱无要拆我啊吼，好啦，我进来。去着，我跟你讲，财富箱诶，袂见，袂见迄落啊，袂见佫摕来摕去啊，财富箱诶。等下要提较方便，咱讲真诶啊！哦，等下要提较方便。我讲来，姐你讲啥？洗尾鞋。洗尾鞋哦，无紧无紧无紧来。大讲大尾，你讲洗尾，无紧来菜煮啊尔啦，好无？哎哟，我讲无紧来，先讲先来卖啊无？我讲即款啥物食？等于菜好食，等于炒好食。吼，菜好食，炒也好食来。我就安那买落去哦，买落去好啦。我讲来啦吼，有想要食，啊大细尾恁兜来食哦。咱讲真诶啦吼，咱讲一尾两偌济，百三、百五、百八，我咧讲来，反正像你想要食，就较紧诶，就好来，好无？我大细尾恁兜来吃啦，好无？吼，两尾要去安尼，好无？三尾我就遮来啦吼，三尾要去，莫讲卖500，吼，三尾莫讲卖500，卖400，开300块就对啦，开大尾300块。来，我讲来，要食来。系啊，新鲜。我就吃300块，你要食，只要食这无？300块，我会要。过来。他要吃小只的。我就吃300，都是300块，你要食无？300块。